学演示综合格斗术。Hey! research area for anti-aging and counter-terrorism operations. It is not unified by schools, key areas, typical building, and have central research on anti-aging and counter-terrorism operations. The lab can be developed in action, life animation programs, treatment and exercise. 仓内加装钢板和钢弹和橡胶和机器实在是滴水。这个都是由一些现在转训练场，马上去你们那边招室友。没有，前期7月份。收到，可以了，等候。这是他看看他们比较细的，这是人员会议什么的。重不重？这个能当手机吗？能当手机吗？后边手机吗？ 但是它是内网的手机，我知道，别人打的，它用的也是网络的这个。这个电台的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对讲机。有效公里，还拿这个？那这个怎么收费？这个是内网的根据，内网的，但是占用的是那种，这我还真具体不知道，反正它走的是那个，不是这种。看这是现在4G，还是4G啊？4G，这是哪个4G？ 这用了哪个运营商是吧？啊，对，啊，中国移动，啊，这边长是那个都是北斗系统，他们研制一条手机来打电话免费，啊，然后但是只允许内部使用，他们朝外卖，啊，走咱们内部的那个。这边上这墙都西单砖吗？西单砖，对，西单砖。但这个不是，这个你看明显的是红砖，这个不是。 它这个主要是摄像是对着马达，马达那个下边那一，它这只是起到一个防弹的作用。防弹的作用。那个是你们大车停车场还是一个废旧的停车场？那一个废旧的停车场。啊。这围起来这是个垃圾场。这是一个那个手工。 战术模拟训练区，这个大坑呢是对着八档队的，当时一个。然后呢，当时我们做改成了一个地下，也都是算是一个地下的一个。这也没水。里面有水。有水了。就是夏天的时候还挺深的，一下雨。有鱼吧？那个塘有鱼，那个塘。就是应该是7米吧。按理说关灯关门吧，关灯关门。能凸显出来。对，能凸显出来，对对对。嗯，你的同学都有可能当这个大队长的吧？对吧？像我们那个叫韩雨柔，在当时我在座位的时候，小李耀东，当时他是一分的队长。 谁他妈帮他帮，命都欠了。完了，把大队长骂来，走了。没几年，周政委是那个啥，都他们厉害。这是咱的那个特战系，哦，从这个方向。答案，我总部答案。啊？不是那我特战，现在选队。 Sawnya orang beri ajak siapa tu? Ini ui mak tang, ni mak mong dom dom, mong show, show jam, show ni mak mong du dah.